是说，滚！师傅，不好了，二师兄和三师兄在床上打起来了，三师兄哭得可凶了。三界之中，唯有我的师傅是真龙所化，一笑可令万物复苏向荣，一怒可致天地崩塌，连打个喷嚏都会使山河陡升一百。而在我入了师傅的门下才知道，原来在我之上还有三位师兄，大师兄身份成魔，据说见过他的人都被赶出了师门，二师兄身心冷淡，不许生人接近，据说为了不与同门共浴，还特地挖了个露天澡池，着实厉害。三师兄为人温柔体贴，人生的也好看，就是每日都与二师兄同进同出，就连睡觉也是一个房间，好一段感天动地师兄弟情啊。说到神女，她虽然不是个正经神仙，但却意外的受众于脆皮鸭文学。说好的日更等了三万年都没等到。凌霄阁立于三界之中，万年来只招收天界弟子，如今三界和睦，便开始对外开放名额。阿娘从小就教育我，不修仙的鱼不是好鱼。进了凌霄阁，便是离成仙近了一大半。怎么这么多人啊？我好紧张，怎么办？第一次见人拜师，带一篮子菜的。你不用行这么大礼，赶紧收拾收拾，回去种地吧。这位大哥哥长得可真帅啊，一定很厉害吧？大哥哥。考试难不难啊？小意思，这本三年高考五年模拟就送给你了。谢谢大哥哥，大哥哥人真好。下一位，已知陈情令中蓝湛一米八，耗在冷泉里，魏无羡可以看到他的胸，求蓝师母儿跟魏无羡发在长度之上。这问题的答案书上也没写啊。你通过了，明天过来拜师。二哥哥，可找到你了，听说今天有新入门的弟子，陪我去看看吧，说不定有小师妹呢。哎，你别拉我呀，你不去我还要去呢。快告诉我，这本冰山师兄教宠我限量版你在哪里买到的？我抢了一宿都没抢到。可是老师。叫什么老师啊？叫老公。好的，老师。入了本尊门下，便是本尊的第四个弟子。小师妹，我是你三师兄，我叫魏无羡。三师兄好，我叫碧莲。我看你这铃铛不错啊。师兄，这是师父给我的铃铛，不能随便给别人的。有什么好宝贝的？像这样的铃铛我有一屋子。小师妹，别听了，等会儿下课带你去玩。好啊，三师兄。
二师兄刚才就一直瞪着我们了。没有啊，他还在朝我笑呢。魏婴，上课睡觉目无时长，下去领罚。老师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站起来的。凭什么他挨打可以躺着，我要跪着？众女轻男也不是这样啊。哎呀，楠楠，救命啊！哎呀，楠楠，你刚才去哪儿了呀？怎么不帮我求情啊？你吐血了。南湛，鞋脱了，你有必要这样吗？你身上有旁人的指纹，一个什么？脱衣服红棉，会防脱。本尊听闻你最近落下了不少功课，有哪里不懂的，说与我听。师父，我没有空说呀，我还有400遍法抄呢。可你这没有一个字是对的啊。论剑大会在即，本意是加强各师门情谊，但近日我感受到节节波动，恐是魔界有所动作，你需多加小心，切勿让人钻了空子。小师妹，三师兄带你下山玩。糟糕，超载了。救命！你该减肥了，该减肥了。公子看起来有点眼熟啊，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你这搭讪方式有点太老套了吧？小师妹跟我搭讪都不用这招，是吧，小师妹？出来喝酒还吃饭，难怪你的剑在动。我这不是不能喝酒，以饭代酒吗？师兄快点儿，马上要门禁了。第一次爬墙，这不是有点激动吗？南湛，你也出来爬墙啊？玉莲，门规300遍，你跟我回去。哎呀，南湛，300遍对小师妹有点。3000遍啊。明明是三师兄带我下山，为什么只翻我的这抄书？不公平，我要去找二师兄理论。三师兄太可怜了，被二师兄打成这样。二师兄对我真好，才只让抄几千遍门规而已。